咱们40岁以上女性面临的三大问题是什么？代谢下降、变胖和衰老。今天教你一组动作，只需3分钟，在家就可以跟练，不需要任何器械，让你年龄成谜。咱们40岁以上女性一起来跟练一下，因为只有3分钟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这位姐妹练完了以后她的一个效果，能看出她是56岁吗？看不出来吧？现在就来跟我一起来练吧。一共只有3分钟的时间，一共6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做30秒钟。第一个动作，沙发拉伸。然后咱们先做这个右腿，把这个右腿膝盖顶在这个地上，然后你这个脚绷直，然后在墙面上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个样子，你也可以离墙远一些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你可以的话，离墙近一些，你的膝盖就是顶在这个墙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你的左腿现在向前迈一步，这个时候你尽量是向后拉伸，就会感觉整个全身，包括你的右半侧，包括你大腿前侧的拉伸。然后这样，伸一下，真好。向后挺，上身尽量是正直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个动作，也可以这样，膝盖离墙远一些，然后慢慢，咱们就可以把膝盖靠近，拉伸30秒钟。然后注意啊，不要这个骨盆前倾，骨盆不要向后，尽量向前去顶，向前去顶的快，顶胯，然后向后去拉伸。做30秒钟，感受整个大腿前侧，包括你这个腹肌都会有所拉伸，整个身体的这个躯干也会有所拉伸。注意呼吸。第三个动作是超低箭步蹲，还是向左腿向前跨一步，然后这个时候膝盖是超过脚尖的，然后尽量向下去拉伸，然后整个上体保持这个正直，然后在这儿待30秒钟。当然你的膝盖可以离开地面是最好的，如果不可以的话也可以放在地面上，尽量向前。如果你蹲不下去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是这样也是可以的，慢慢向前，整个拉伸你的下半身，包括你的核心也会锻炼到。最重要的这个女性就是下半身的这个锻炼，这个最大的这个肌肉群，在这儿待30秒钟，包括你的脚踝也会练到，尽量向前。第五个动作，鸽子拉伸，还是先把这个左腿是怎么样放在床上就可以。这个时候注意，你的小腿是跟你这个人体是成这个平行的，是吧？是相当于在前面是一条横线，不是斜线啊，一条横线，跟这个床边是平行的。对，不要是这样，也不要是这样，所以是跟床边是平行的。然后这时候尽量向后，这时候你的小腿相当于小腿前面跟床边平行，然后尽量向前，这个时候你的胯向前方的，胯不要扭转向侧，胯向前，尽量向前，然后你小腿跟床边是平行的，然后这个时候拉伸，尽量向下去拉伸，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，注意向下拉伸30秒钟在这儿。希望你刚才已经一起跟我把这个3分钟做下来了，解决咱们40岁以上女性遇到的3大最重要的问题：代谢下降、衰老，包括这个变胖。所以把这一组动作只有3分钟，加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。当然，如果你也是40岁以上女性，想在新的一年2024到来的时候，让家人眼前一亮，给孩子做一个榜样，比同龄人年轻10岁的话，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下一期给大家准备的一个7天的培训，就是专门给40岁以上女性的，也就是40岁以上女性新年蜕变秘籍。我要把我过去13年总结下来的这个3步法，也就是帮助1867名40岁以上女性蜕变所用的方法，免费的、无偿的传授给大家。里面就会分享如何吃、如何练、如何自我激励，底层的一个逻辑，包括这些思维转变之后，你才能实现自己的完美蜕变，也可以穿上你想穿上的衣服，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活着就会更积极主动，自己就可以掌控自己的身材和人生。然后就活出最真实的自己，这就是我想让所有40岁以上女性都要感受到的，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，现在就可以报名加入，在下面留下新年蜕变4个字，然后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。像因为上次有很多人没有加入，这次就再开一期，把我这个秘籍想传授给大家，一定不要错过了，现在就留下新年蜕变4个字来报名加入我的这次培训，那咱们就在培训里见啦。